猫咪的这个饮水量的部分啊，标准上来说是一天，然后每一公斤呢，大概是要30cc。急性肾病一般来说呢，它的排尿量就会很少，每公斤每天大概20cc以下，甚至更少。然后精神一下变得非常非常差，急剧的呕吐或者是拉肚子。那这个病程基本上在数天之内，猫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必须要马上来处理。慢性肾病基本上它的排尿量就比正常多很多，可能每一公斤每一天大概就大于10cc。在这个病程上来说，它的表现是跟急性不一样的，不会那么的快速的发展病情，饮水量大增，排尿变多，另外就是它体重开始会消瘦。那这个整个病程的走的阶段大概会持续大概数个月甚至到一年以上。我们一般说广尿甚至无尿，是无尿甚至就是一整天下来都完全没有尿，是那代表说肾脏这个是完全没有功用的，是因为肾脏最主要功能就是产生尿，可是你当你渐渐没有把过滤这个尿液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毒素其实是累积在它体内。我们去看猫咪平常在猫砂的那个尿块，它如果说今天是慢性肾病的话，它的尿可能就会比平常大概多，比如说你一天清一次猫砂，哦，或两次猫砂就够。可是主人会发现说，哎，它怎么一天之内可以尿个4-5泡很大的这个尿块？但如果是广尿，完全是不一样。因为那尿的话，那个甚至是一两块一两块，大家可能就是10块钱硬币、50块钱硬币这么的少量，次数也大幅的减少，可能只有正常量的3分之1。